我们不要以为牟利只是散气氛的热解啊，我们比如说治疗甲亢啊，甲状腺肿了肿大，我们都用到牟利来散结，但是治疗肝脾肿大，我们重疾也经常用到牟利来散结啊。我的导师，我的硕导很喜欢用牟利，他是肝病的专家，所以我们一讲到肝脾肿大就活血化瘀，但是其实柴胡小柴胡汤里边加上牟利，这个消脾结，它因为这个脾还是一个过程，先由气愤由气郁到血结，所以用牟利来散，当时牟利也可以散水气啊，帮助这个消除水饮。我们刘度周老用这疗方用的非常有心得，他提出这个柴胡桂子干姜汤证是病机是胆热脾寒，这个概括的非常好。从脏腑的角度，因为大家都比较习惯于脏腑辩证，我今天早上在大学城上课，上了四节课景外班，有一个学生跟我讲，我讲到桂枝加附子汤证的时候，讲到是一个阴阳两虚啊，正经是扶阳啊，固阳以复阴，他就不懂，他说这个小便不利阴虚可以，膀胱气化湿湿也可以，小便不利小便少，那肝郁的病人也可以小便少，他就把很多这些跟这个小便不利的一些病机，因为他刚刚学完诊断，都联系起来。我说你不要打粉，伤寒首先它有自己的体系，你先把这个病机你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就 OK 了。他说的现在脑子都是乱的，把很多你讲个什么东西把所有的五脏六腑东西都融在一起，我说你还没到达一定的程度，先能够理解。所以说脏腑辩证是大家最容易接纳，也是大家从大学读书以后先是从诊断走向临床的话，大家最注重的是脏腑辩证。所以伤寒论里边我们讲的是六经啊，六经病症六经辩证，所以在这里它其实也不离脏腑，所以如果挂上脏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从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我们从这个胆热脾寒非常好理解。那么刘度周老用这条方用的最好是治疗慢性肝炎。我们平时讲到肝病很多是肝郁脾虚型，但是脾虚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出现寒化啊，由气虚到阳虚很多很多啊，他抓住了大便烂，包括病的疲倦，包括病的饮食啊，这个胃纳差，而且是慢性肝炎。我们讲的急性期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虚了，急性期往往可能是湿热困而影响的，阻滞了气机而出现的这种类似于虚症的表现，那不是虚症。柴胡桂枝干姜汤，所以这条方呢，临床上一个是我刚才讲的慢肝的运用，还有临床上只要抓住这两个病机，病人有胆有热脾有寒的，甚至有水饮可以用，没有水饮也可以用，我们不要拘泥它一定有水饮啊，因为脾主运化水，不精微也运化水湿，如果有湿当然是可以的。这条方也是非常有特色，寒温并用啊，明显的桂枝干姜的温啊，柴胡黄芩的这个清啊，它的凉，再加牟利的散结，加发粉来养阴啊，这是个特点。还有发粉现在目前认为降血糖也是非常好的啊，最近也有一些报道。所以这条方我临床上用到很多糖尿病人，只要符合这个病机。同时也讲到肝病的问题啊，我最近我们病房呢也是收治一个病人，比较重，有糖尿病，有病毒性肝炎啊，而且是早期应该考虑早期肝硬化慢活肝，然后有冠心病啊，心脏也放了支架，前面进来是一个柴胡症，有表，但是病人这个胸泻苦满，胃口下降啊，默默不语，饮食心烦，也有点想呕啊，也遇到很多的困惑，工作上的问题啊，心情不好，所以心情不好再加上喝酒，过年这一阵加上又受点风寒，所以这个病就复发了。再加上我们说春天也是肝病复发的季节，顺应自然吧，
他发不起来，他们无力而发，所以就表现一种病态。我们正常人可以正常的生发，所以他的最薄弱的地方就会显示出来。所以肝病一般都是春天复发，所以也是要特别告诫肝病的患者啊，注意不要受凉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发物，我们说还是不要吃，也是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病人这个转氨酶降得不错，但是黄疸上升。我前面基本上是用小，他老是腹胀不大便，每天一见到他第一句话，我昨天拉了几次大便，所以第一告诉你就是大便。他一说有大便人就舒服，但是这种大便也不是说单纯的供能够供得下来，因为他不大便几天，后来洗肠灌肠都没有大便出来，是根本没到大肠里边去啊，没到根本还没有这个没有到直肠，他还是气在上面气郁。所以前面我是用的小柴胡，也用过大柴胡，也用过温病的甘露消毒丹。那么最近我觉得他的脉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前面也吃过一些安宫牛黄，我们的吊针也是寒凉制品，所以出现他脉原来是非常的悬朔有力。我说他眼睛好像冒火花，有人说这个好像这个眼睛好像是血淋淋的感觉啊，火特别盛。但是现在的状况就不是了，脉比较弱，特别的疲乏，舌质也变得比较淡了。所以我现在改方了，我现在要加强温中。其实黄疸不退的话，我们尤其讲到这个像临床瘀疸性肝炎啊，我们也是尤其是病毒引起的啊，病毒性肝炎而出现瘀疸的情况，我们也是强调了疏肝利胆啊，活血退黄啊。所以像小柴胡汤啊，以及我们茵陈蒿汤啊，这些是常用的。但这个病人有时候效果不好，因为你寒凉太过寒凝，导致这个脉络不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要用点温通的药，但是不能太大。所以我少少煮，我上次用了两克，我后来听说因为你两克的药太少了，他药房就不收你的钱，他说两克给一片给你，三分之一药你一切一点，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这次我就加到五克，病人的大便明显的增多，颜色慢慢变深。所以这就是说临床上寒温并用啊，是在某个阶段即是病程的一个变化，病人由热转寒，而且还没有完全转寒的过程中出现一种寒热错杂，所以我们讲的柴胡桂枝干姜汤症，这个在临床上是经常见到的。在肝病也比较突出，我们刘老用这个方也是用的最有心得。那么柴胡加龙某汤症，心烦啊，这个心悸不宁症也这样做啊，病人出现身重难转侧，胸满烦津，小便不利。这种病人呢，往往是邪气弥漫，出现这种上扰心神。柴胡加龙某汤是小柴胡汤去掉甘草，要加它有大黄来泄心包之热，有桂枝来平冲降逆，加龙某加千丹，还有茯苓，茯苓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方比较大，所以这个病机也比较复杂。除了调少阳，刚才讲的还有心包，当然有龙某，有千丹的临阵安啊，这个前阵安神，千丹我们就不用了。我们用什么呢？本来照道理讲的是生铁罗饮，有人说干脆就是磨刀水，我们现在没有哪个家里，很少家里有磨刀石，对吧？磨刀的那个水拿来放在药里边，也相当于生铁罗饮。还有呢，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珍珠母也可以的，重用。张仲景的这个讲的这个原文我们比较难记，这个方也比较大，我印象中有个这样的病人对我很有帮助啊。这个病人呢是我们二门诊，我们何应全教授介绍的一个熟人，他是公安的，是管监狱的。这个病人给我的印象就是矮矮胖胖，而且胖得他那个肚子就特别大，因为我们二门诊当时那个还没有老的时候，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很旧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诊室很窄。那个病人来看病以后，我就说要他转过身来给我看一下，
他转了很久都转不过来，那个肚子肚腩特别大啊，又矮又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胸满烦津，身重难转侧，我就记得了，这个病人转半天都转不过去，身重难转侧。他是什么症状？就是失眠恐慌，半夜都要爬起来啊，基本上不能睡觉，已经甚至到达要有应该想自杀啊，有这种倾向，所以他太太啊带过来。我们呢，作为医生啊，作为我们一般的内科医生，应该也有懂这些心理方面的知识啊。我觉得对病人心理的开导，我们平时认为警察是最坚强的，但是我后来真正的了解，警察他们的内心也是很恐惧的。因为他的环境呢，尤其在监狱里边管犯人，所以我们要非常同情这些警察，包括我们的交警。我觉得在外面的这种环境啊，天天都是废气，当然有一些戴口罩，有一些不戴，不容易，很辛苦的。所以我对这些事表示敬意，他们来我是非常客气的啊，觉得很有同情心。就讲到他很害怕，他其实很害怕，所以后来我就开了这个柴胡加龙某汤，吃了以后症状明显改善。他太太包括他本人特别约我吃饭，因为我下午好像过来还要上课，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二个呢，我们医院有规定啊，因为原则上呢，我们不要这个病人的请客啊，我们是不接受的，所以跟病人反复谢绝他。后来这个病人没来找我，他不找我，我还想起他，所以我问过侯教授，侯教授说他真的非常的，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效果不是很理想，那么吃了你的方以后效果感觉得非常好，他就觉得把一切托付给你，他真的要帮你做，跟你做朋友，他是诚心实意想请你吃这顿饭，但是你没有接受，他觉得你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他后来不肯来找你看。所以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我真的要去吃这顿饭啊。所以这种病人其实还是一种病理状态，对吧？他那种心好像很舌红苔黄腻，胸满烦津，痰热内盛啊，柴胡龙某汤。其实这条方我治疗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属于精神病人，其实呢本照道理讲呢也应该不一定属于我们这个专科。我有一个病人，他跟我介绍他的办公室同事的小孩也在中医学院读书，那么后来上解剖就可能手就沾到了福尔马林，他后来就觉得这个水特别，手特别脏，就整天在家里不停地洗手，后来除了洗手就洗澡，一进去就几个小时不出来，那就是一个强迫症啊。后来还是个精神病，休学一年，吃了药以后就变得人傻傻的，所以他就说李教授有什么办法，其实他是跟我打电话啊，我也没见到这个小孩子。后来我就根据他的症状的描述，柴胡加龙某汤吃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好，后来上学了。上学以后他说有一天过马路，可能是也没车没撞到他，但是吓坏了他，后来有点小发作啊，再吃药又好了。见过很多这种病人，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有一个甲亢的病人，其实也是个精神病，又有甲亢，一直吃西药，后来是连州的啊，广东这边连州的，原来是要人来陪，现在不用了，而且甲亢也好了，这些抗精神病的药全部停掉了，也工作了，也上班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条方，伤寒里边很多的方可以治疗跟精神神经系统有关的疾病，尤其讲到精神病，我们讲到桃核承气汤，包括敌胆汤，不是如狂发狂吗？都跟精神病有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啊！我真的治一个好一个。而且这条方呢，我也推荐那个广州越秀的王世佩教授，他是很擅长的治疗抑郁症，他两个方，实症就是柴胡加龙某，虚症就是炙甘草汤，很有疗效。我觉得是我临床也是这样做的，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单纯的这个精神，我们原来以为是
糖尿病啊、心血管啊、肿瘤发病率是居啊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前三位。其实真正发病率最高的是精神病，我们尤其讲到这个抑郁症，抑郁症应该说相当的普及，因为人们都比较惧怕啊，拒绝。所以我曾经讲到这个糖尿病人，糖尿病人是一个很，他也是个新生疾病啊。基本上我同学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啊，问卷调查，按照这个打分来讲，99%以上的病人都有抑郁，只是程度不同，所以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见，而且有些很恐怖，应该是走到了极端极致啊，有一些极端的行为，自杀的行为都有，所以我们柴胡龙宝汤是经常用的啊。所以柴胡汤内方，我们很多包括心血管疾病也是个新生疾病，我们说肿瘤也是新生疾病，对不对啊？肿瘤也跟心理因素有关，得肿瘤害怕的人也容易得肿瘤，很容易恐惧的人啊，整天是想不开的人，性格比较内向的人，这个有一点倾向性。所以我们说疏肝少阳病，小柴胡汤的运用非常非常广泛，就在这里，包括刚才讲少阳病的兼辩症的兼太阴的啊，先补后合，用先用小建中后用小柴胡，三阳合并自从少阳，我前面已经在小柴胡汤的灵活运用里面已经谈到过，那就是这个少阳病啊，少阳病篇的主要内容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太阴病。三阳病讲完了，太阳病是外感病的初期阶段，阳明病是外感病的极其阶段，我是画个抛物线。然后少阳病是衰竭，邪气没有消退，正气也开始衰减了，这个正气不足了。我们讲的亚极性阶段，就是从反应性来讲，不是非常的亢奋，还是有。但是再往下面走呢，比基线还要低的话，就是三阴症了。这个主要是从正气的角度来谈。所以一旦三阴病，我们说整个疾病就转向于虚症，虚症为主。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概念，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就是疾病有时候不怕它重，阳症热症实症好治，虚症寒症不好治，拖拖拉拉拖得很久。所以有我们也说阴症转阳，这个病反而是向好的方面转化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病来得快好得也快，但是有些悠悠来的看了很久的到你这里可能也不是两三包药就完全解决问题，那是很难的，都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有人会经常的疑问啊，就说这个伤寒的六经的排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太阳表阳明是里，半表半里是少阳，按照这个顺序应该是先表再半表半里然后再里，但是张仲景不是这样排的，是从太阳阳明少阳开始。没关系啊，在临床上来讲，太阳可以传少阳，太阳可以传阳明，都可以，阳明可以传到少阳，少阳可以见阳明，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少阳跟阳明合并吗？并病吗？都可以，不拘泥啊。但是从反应性来讲，应该是阳明放在前面。还有少阳既是表里之枢，它还是阴阳之枢，因为我们看到少阳病没有把住的话，这个病就传到三阴，就开始往太阴传。为什么小柴胡汤里边就有生早草？这个人参起什么作用？一个是扶正以抗邪，因为它正邪交争，往来寒热，休坐有时，正气不足，才出现这种迟，这种往来寒热啊，这种拉锯状。一个是扶正，正气不足，我就扶正，把这个邪赶出去。第二来讲是形成一堵墙，防止这个病邪传到三阴，它有这个作用在里边，防止疾病转向这个太阴，未病先防，以病早治。那么到了太阴，我们也按照这个原来讲的啊这种模式啊，从他的生理病理诊断我们治疗，我们稍稍做个介绍。首先这个太阴啊，我们讲是脾主运化功能的概括，脾主运化功能，足太阴脾，我们还有手太阴肺呢，张仲景这里没有涉及到肺，所以说张仲景利用了我们内经的六经的模板，但是它不是机械，
而太阳这个肺的功能一部分概括在太阳病里边，比如说太阳病我们讲的它的肩变症里边麻性干湿汤症、邪热壅肺，包括了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病人有喘，这个也涉及到肺气上逆，包括在太阳病篇。所以这里主要还是讲的脾主运化，那么主运化的话就包括了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两个方面。脾的经脉的运行啊，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的腑内，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脾主大腑，所以我们腹胀啊、腹胀满这些很多时候虚的是属于阳明啊，实的属于阳明，虚的属于太阴，这是跟它的经脉循行有关。而太阴跟其他脏腑的关系最最主要的一个是脾和胃，第二个是脾和肾。脾和胃的关系他们相反相成，我们讲阳明会讲到太阴，那么讲太阴的时候还离不开阳明啊，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起降啊，以降为顺，脾是以升啊，以升为戒啊，一个是喜燥勿食，一个是喜润勿燥，所以他们两者相互配合，完成我们饮食物的受纳、吸收、消化、排泄整个过程，共同为水谷之海啊，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第二个呢是跟肾的关系，脾阳是赖肾阳的温煦，我们说火能暖土，脾属土，肾啊，肾的元阳属于火，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先天养后天，后天也不断的补充先天。什么叫太阴病？那当然也是它的运化功能失常所引起的病变，也就是原文提纲正所谈到的太阴之胃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一肾，食服自痛，腹满腹痛，呕吐腹泻，属于消化系统疾病的偏虚的就属于太阴病。它主要的病机是脾阳受损，运化失失，寒湿内停，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脾阳虚啊，只是说受损，因为它在三阴病里边它还是最局限最清浅的，它的病性是脾虚寒湿症。太阴病的转归有些特点啊，太阴病的诊断也就是依据它的提纲症啊、脉症为依据，经络的症状作为辅佐，那么主症就是提纲症刚才描述的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一肾，食服自痛。